便是王亮城中刺杀夜谭公主之人，想必他还未通报二殿下。咱们只要收拾好尸体，便能瞒住二殿下。是。此人虽手段阴狠，但是事主急中，二殿下如果知道此人死了，必会追究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免得再牵连殿下和檀儿。 公主，您难道想去认罪？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尘渊族没有人会相信是你杀了他。凶器在此，不由得他们不信。事发仓促，幸亏只能一力承担。公主啊！ 身处逆境仍想着维护他人，跟我们家大人真是有天壤之别呀！哎，敢作敢当也是有限度的呀，秦奎公主。您倒是能谋善断啊，为了拉公主下水，想出了这般计谋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你懂什么？若不让她亲身体验，她又怎么会信我？ 又怎么会安心的做这个主妃呢？岂敢！那也不用非得杀朱九音吧？二殿下这边痛失爱将，岂会善罢甘休？大人，您这是在引火烧身呢。此事我自有打算。公主，公主。